我74岁奶奶想让我帮她买辆汽车，我这都找我奶奶去，问她想买啥样的。你想买啥汽车呀？买啥车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买开的快的、省油的，我都买一这样的。这才想起买汽车来了呢。你那小子，我先不好求。我呀，我个个买，我个个开，我不用你了。我那个自己使着便宜，我不用你了。是想跟这个柴火垛来一个近距离的亲吻吧？你滚一边拉子去！凡是好的啊，我给你拿钱，先上屋走。呵，那钱都不是我的。这话，嗯，老太趁钱，我给你拿钱啊，等着，拿钱准备好了。你看，给你10000块钱，买新的啊。这家伙可以呀，老太太呀。干事的。狗带鸡就扬上来了。那您给我这10000块钱买不了新车啊，顶多买二手车。二手车也中，也得挑好的。是买手动挡的还是买自动挡的？自动挡的。再等着吧啊。走了，去吧。拿那车给你买回了，在我妹头上倒车去吧。走，婶儿去。为什么老太太？干啥？歇会儿吧。歇会儿是得歇一会儿。哎，走吧您呢？这是干啥呀？试驾。快给我一杯喇子去吧啊！哎呀，干啥呀？买车可以吧？花10000块钱，你给我买这车是咋着？这车多环保啊！100公里的油耗都得取决于烙饼吃多少，吃的多都跑得快，知道吗？干啥你想啊？下了。我怕你下了，你下不抱我。你就快下了吧。我一加速了。你快给我个站住吧，我打气都给我那个给我吓那下溜了。快点，就溜了。我豆腐。你站住不你啊？豆腐。你要不站住，我要躺这了啊！行。我看你这小子真是，我花10000块钱，你都给我买一这车是咋着？满意吧，节能环保。我看你真是。都这破车你这花10000块钱都扔沟里了咋的？咋的找哪吧你啊？哎，别扔沟去，这花5块钱租来的。下午这还花5块钱租来的？我看你真是呀，找修理了。你修理这得削死你。